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二届王中王围棋争霸赛，这是第一轮八强战啊。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王浩洋棋段啊，王老师你好。陈老师好，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是王中王的第一轮啊，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八位棋手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都是。基本上都是世界冠军，除了一个连校没有拿过世界冠军以外，好像，其他的像柯洁呀、米玉挺啊，还有杨鼎新啊、范廷钰啊，这些大家都我觉得应该都挺熟悉的。是是，是连校虽然没拿过，但他实力也是绝对有世界冠军的这个实力。没错，应该也是早晚的事情。对，王中王围棋争霸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华晨宇七段的采访。对，柯洁跟米玉挺今天就狭路相逢了啊！第一轮，这个王中王这个冠军奖金还挺高的，这个、冠军是税前70万。让我们看到的小米，这个比赛呢是在浙江的嵊州举行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地方有没有概念，其实。这嵊州呢，其实是出了很多的非常著名的棋手，比如说马晓春九段，他就是嵊州人。怎么看着都是戴眼镜的呢？这范廷钰对阵谢尔豪。谢尔豪原来不戴眼镜，最近也戴上了。是啊。谢尔豪是上一届第一届王中王的冠军啊，这王中王已经到了第二届了，看样子是打算把它办成传统赛事。啊，这是范廷钰。远远的看过去，还看到了刚才看到了唐伟新啊，反正就是四对八名选手。我们先来看这个柯洁和米玉挺的这盘棋。好的，这个柯洁今天是执黑棋，对，是执黑先行。这个这些棋手感觉也不用跟大家做过多的介绍了，反正大家应该是都完全的了解了。都是现在中国应该说是状态最好的棋手。对，对。我还特地研究了一下他们的规程，我想是不是根据等级分排的，就前八位去下就完了，这样很简单明了，因为我们很多比赛也是这样子。但这个比赛呢，它是上一届的冠军，另外七个人呢是去年的奖金获得最高者，好像是，所以基本上他们七个人你看的基本上都是去年的头衔获得者。是这样子，是这样的，是吧？对，是的，奖金获得者。对，这个好像在中国还挺有那个，好像是独一份。是，反正你想规定就是参赛的这些人是怎么规定的，就可能每个比赛都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我们是按照等级分来进行啊。小飞挂角，对，这都非常常见了，这个布局啊。就是好像现在就这个错小目的话，完了守这个二尖跳好像是电脑比较多的一个下法。错小目，对对对，大跳。就这个好像这个好像以前我们经常老下的这个五有角，好像是现在比较少。对，现在比较少。然后大飞也少一点。然后这个跳好像在这个小目的情况下，好像下的也比较少一点。好像是，那就是说新位的时候是多一点。新位的话好像这个跳还是比较常见。对，好像这个侧小目的话一般都是守这个。一般都是守这个。我看有一阵儿这新位然后高跳或者是那样高跳也挺多的。也挺多的。但可能下的比较多，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然后这个棋现在他选择低挂，其实这个局面高挂也还可以。这个局面就高挂也还行。就平常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肯嘛，这个实地损失了，切上，跳一个，然后拆一个，就其实平时的话，可能这个定式是不是稍稍的不太满意一点？你觉得是白棋？白棋啊，对，就是这样啊。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拆过来，反正把你这个势力就打散啊，感觉也还可以。就是电脑好像也可以推荐这样的下法，高挂对。但平时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比如说是一个星位，孤单的这个星位的话，可能。他就推荐是低挂了，就是不是高挂了。他觉得像是这样的话，对于黑棋这个，他本来也没啥，你
这样去损失的这个实地好像是有点稍稍不肯一点。哦，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大跳的情况下，高挂和低挂都可行，都可行啊。如果是新位的情况下呢，高挂可能会少一点，是吧？就是对他推荐的话，就不推荐这手棋了啊，就不推荐，就主要还是低挂啊。对，主要还是低挂了。嗯，我给大家说说清楚，大家可能有点听的对。然后实战当然他也是选择了低挂，他选择了低挂，就是高挂的话就更简明一点，低挂的话就是变化更多啊，就是双方变化更多一些啊。然后实战柯洁是下了一个这个，这个确实是比较新颖。这个，反正我没见，我也没见过这个。如果平时跑的话，可能不会往这儿跑。就是，应该秘密武器吗？我也搞不清楚啊。这个，因为这个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这武器，就是反正我没见过。应该是他可能自己研究的秘密武器，我感觉就是，其实他肯定就是跑推荐肯定不会往这推荐，对对 对, 对，但是他可能就是自己往上摆了一下，然后再往下看好像也还可以，所以他可能就想试一下，没错没错，或者说人家可能有可能下不对，就是这个确实，面对这个棋就是说怎么说呢，他就是这个白棋呢就想。在这个地方对黑棋有什么比较严厉的打击呢？可能最严厉的就是这个直接给你撞上来。我感觉。这是针对于这个形状是比较能想到的一步棋是吧。对。因为是打入这个嘛，黑的就拖过了，对吧，你打入这个嘛我就盖住了。然后你现在飞压的话呢，肯定我就爬回去。对，就是这样。这样就我就爬回来。这样的话我这个子飞起来被你飞压两下，可能我也还可以接受。没错，就这三手棋可能就是对黑棋来说没有什么太严厉的打击。感觉想打击他的话，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你要是搬的话呢，我就搬下来，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那吃就长是吧？对，这样的话，反正两边我争子都有利。你要吃的话，就可能会形成一个转换。不知道这个样子，因为黑棋应该要提掉。对，应该提掉。然后再打，打出去无劫，出去无劫，黑的应该不能马上的开劫。他直接开劫的话，反正白棋，白的就你走哪，就我都粘上，我都粘上。现在黑棋粘上应该不肯，就不太明白他会怎么选择。就我对就不是很明白了，就搞不清他就是不知道黑的是不是搬这个。就是如果靠的话，不知道黑的是不是搬这个。他如果不搬的话，他。脱先难道说不会吧，不知道啊，因为你再搬的话可能我这时候我再跳你就没有那么刚才你就不太会了吧，你就爬不回去了，是啊，这样你这样你就爬不回去了，爬不回去了你打这个被我挡下来，好像也，但是如果你尖这个的话，白的我是就长起来还是就搬一搬，我感觉白的应该，至少把它这不是两边都分开了吗？白的应该也还可以吧，就等于你现在你尖一个，你尖一个，我逼住你确实是有点过分了。本来你这种飞压过来，但是你靠了，但你靠上来了，你直接靠上来，我感觉应该这步棋应该还是亏了的交换就不明白，就第一感就是棋你走这儿我就往上靠，就往上靠，对，就是第一感。那我不知道他应该最容易想到的应该是搬，这接下来变化我搞不清。下成那样打吃我觉得白的还行，我搞不知道是不是。说不定人家下一个你就直接靠下去了，是吧？我可能也不敢，说实话我也不敢。就这个这么比赛的话。我见他们这个是慢棋，不是快棋得声明一下，这个快慢棋还是有差别的。这打到这儿，反正黑的肯定不肯粘，黑的可能会尖冲一个。先把这个劫续着。那倒是有可能。把这劫先续着。是的，是的。你如果提嘛，那我先挡下去好了。你要提的话呢，我挡下来，那我这个棋就比开在这儿这个有用多了。没错。这样你要粘上的话，那就走点别的。我再脱先，好像也是一局，好像是。可能会下成这样，可能黑的会尖冲出来，搞不清。实战米玉婷可能也是觉得他这个有东西，不要对，不要跟他那个正面交锋啊，还是就这自己正常的拆了一个啊。这也正常吧，就反正黑的走哪儿，白的都往这拆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是，然后黑棋点了这个点三三啊，这也是电脑这个。
强烈推荐下巴。嗯，反正基本上看到星位，他们说是先点一个，没毛病，没毛病，对，就挡哪边，其实有的时候也有学问，这个时候，因为正常来说就是现在挡那边吗？如果说刚开局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两个星，黑棋两个星，白的两个星，然后你点角的话，一般白的呢挡外，就挡在这个挡外侧，挡外侧。嗯，它为什么挡外侧呢？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从那个棋理的上来，可能就是那个白棋就黑的你要贴我木嘛。嗯嗯。我挡在外侧的话，我把这个局势就打散了。嗯。这样的话，就是我可能对于我这个对白棋那一方，对白棋那一方可能稍微就是嗯好下一点吧，算是，因为他挡这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对围，或者是一个是的，就是白棋可能是不愿意见到一种大模样作战的一个，他可能就希望简化局势。嗯。一般好像是挡外边的比较多。嗯。但现在是这样的，他这个二尖跳。我就搞不清楚了，就是反正他可能挡完之后，这个 B 肯定是一步好点，没错。这个白棋，对，他如果说挡成这样的话，那黑的飞出来，你这个 B 好像就不想下了，就感觉没有意思，这条边好像就没意思了。嗯，对。然后你现在再拆吧，黑的就挂过来，白的发展起来好像也是没什么太大发展，是的。嗯，所以他挡这个。嗯，一般来说，白方我好像看的基本上是挡外边的。对，我也是觉得好像挡外侧的、挡里边的还是少一点，好像小木的时候好像挡这边的有啊，对，那样就倒是挡这边的，好像是，是的，是的，挡完了什么拆一个什么的，然后什么靠过来好像都小木的时候好像有这一子之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吧？这好难想明白，对，想不明白，其实有的时候好多想不明白，就是都飞了一个，飞一个。这个米玉婷是白棋啊，这一飞也是这个他自己发明的，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托，这个托就是米，号称叫米式飞刀啊，这个啊，因就是米玉婷就是他每次都用过这个，至少赢过好几盘棋，我知道，就是他这个对这个米式飞刀的这个研究啊，而他自己每次下的也不一样。对对。不过好像在前一段时间，我听他们说，他用这个米式飞刀。亏了一次，就是那个下错了，就是那个崩了一次，然后跟唐伟星好像是，他用这个米式飞刀把自己给绕进去了，最后，主要中间的他的分支啊特别多，特别特别多，对，所以要把它弄清楚真的是很难，他今天可能这样下，明天可能这下法就完全不同，是的，对，这个米式飞刀是非常的复杂，就是对，极其复杂，对，就是单这样，对，就是扳住，然后顶，然后退，然后冲，挡。他这棋呢端在这儿，端在这儿，这个棋，然后有现在就是也有力的，对，就是这是一个基本图，后面的变化就搞不清了，就是什么的都有，反正就是黑棋下这个米式飞刀呢，就是他为什么下呢？我的理解就是他顶了扳呀，黑棋不满意，他顶了扳，就是飞的时候呢，黑的顶了扳，他不满意，他就要单拖，就是他唯就是那个为什么不满意呢？就是他顶了扳的时候呢，白棋有这个扳，对对，然后呢黑的挡住，然后白棋，那么呢白棋断这个，对，黑棋你要是吃住吗？我打下来，那就挺合适的。这样的话，就是白棋至少达到他的目的，就是把这边封住了，把那边也封住了，就至少白棋达到目的。那局部的话，其实就是黑棋也不会，也不是特别亏，就是也有人这么下的，也有这么下的，是的，对对对，就是配合这样的话，肯定白棋还不错。没错，目前这个局面下，目前这个局面下的肯定是白棋不错了。是的，那么就我断的时候呢，你不肯打这个吗？你就打出去。打出去，打这个，然后白棋断了，白的下吃，再打吃，上接上吃掉，然后吃下接上，然后飞这个，现在是争不掉，争不掉，那就飞一个现在争不掉这个子，就这个争子争不掉嘛，现在飞一个，飞一个的话，这个局部应该是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说哪一天就是比如说你没有这个争，就我争子能争掉你，那我如果把你争了的话，这个局部黑的是不能接受的。对，好像一般这么下的都没有被争掉，没有被争掉的。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是白棋争子有利的时候，白棋这一飞，黑棋这样顶了扳的话，被白的一扳断，就是说黑棋其实已经有点
无解了，就是已经可能有点吃亏了。哦，所以说他，所以说他要单拖是吧？要单拖这个，对啊，所以说他要单拖这个啊，那就是说，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单拖这个呢？单拖这个他就下，就是白棋啊，他下不成刚才那个扳断的棋形了。对，现在这个棋你想还原的话，你扳，你想扳那样啊？你这棋配配的扳起来是吧？对，我不理你了。我跟刚才的顶一下不一样，我顶了你打吃你粘上，我这还动不了，我这能虎再被你扳一下很难受。他这不，他不理你了，是这样的，他不理你了，对。然后呢，你现在你白棋现在单长，你可以单长，也可以顶啊，顶这个。对，你要单长呢，单长的话呢，黑棋我再回来。他比如说他接上。啊，你要接上的话，那我这一虎，那我觉得黑棋太合适了，黑棋太合适了，黑棋太合适了，啊，是这样，肯定黑棋合适了，就白的你可以选择搬下来，是的，然后呢，我给你吃掉，然后再吃这个，你打一下嘛，打一下，吃掉，然后你再吃这个，这个吃了，对，像是这样的话，就局部一个定型，局部的话，黑棋还可以，就是黑的这已经虎了，你虽然是下来了，我这打完之后这边还有断，然后我就正得先手，白棋也不是很厚，是的，对。所以就是说你现在搬这个呢，我是要反搬了，你下不成这个卒了，所以他就是发明了这个单拖的这个妙位，就是说他顶了搬不满意的时候他就要单拖，他单拖是有道理的，有道理，随便乱拖的啊，不是，对，他不是吓着玩的，就是如就没有人会，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他会选择一个非要复杂的那个跟你对对，然后就是当然单拖就是一定要，就是你也要有争子的原因，就是如果说你争子不利，你单拖可能你就有可能直接就没有了，就是断这个，对，它就最简单埋的一小尖长，你长，然后一压，这是一个小尖的话基本图啊，那么黑棋扳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白的能断的话，你黑棋直接就没了，就是你也不能说你顶不肯顶了扳，然后你就单拖我，但是这样的话就主要是争子不利，这被一吃啊，黑这三个争不掉的话就没了，就现在的话应该是，就现在应该争掉了吧？争掉了，应该争掉了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说，就为什么那其实我问说，我顶了扳，我争子。我也不利，然后我拖过来，那这个为什么我觉得有利？就是说这个棋啊，比如说我们看成这样，其实刚才这两个条件都符合了，就是现在这个棋是不是黑的就挣不掉了，那么顶了扳的话呢，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有利的话呢，他就应该顶了扳，这样他就不能拖了，他就不能拖了，就是还是要跟争子有关系，对，所以为什么现在棋经常看不懂，是因为这争子的关系，其实很多的东西都跟争子有关系，都跟争子有关系，是，对对对，所以我看人家为什么老欣慰这小飞要尖冲一下，然后尖冲一下发现你这个就那边斜角的地方，这个很多跟争子有关系的他都成立了，对对对对，就电脑好像特别喜欢推荐在空中那儿飘啊飘啊飘，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其实好像下一下他就看他就有用了，对，这就是电脑，他这个确实是厉害那实战它是等于是下了顶了扳啊，因为我刚才说这个棋暂时这个争不掉这个嘛，它就真有利啊，它就顶了扳了，那么黑白棋呢也就没有走了，逼住这个，对啊，然后黑的再次点它再点了一个，这个就是箭三三必点，它先飞压两下，哎，它就一直不肯靠这个是吧，它觉得飞压两下也就算了，我不懂的，靠完了主要是什么变化，不知道，接下来完全搞不清，飞两下确实也挺简单的，这样搞不清是可能也差不多，也许吧，判断不出来，本来如果说本来这个子那人家先割了一个，这个子如果在这儿摆的肯定就不是，他不会这么下了，就肯定就不是棋了，就是在这儿的话肯定稍微差一点，是，就不清楚，但是如何判断这个东西，他们这样下来估计也差不多，对，主要现在对自己的判断极其没有自信经常是觉得这个局面已经不行了，然后其实说你还不错，可能还领先一点，所以实战这个白棋就没有选择再把角让给黑棋了，选择了扳了连扳，这个棋也判断不清，也不知道应该怎么下，应该挡哪边
就党这边还是党这边、是吧？也搞不清，也是搞不清的一件事、因为党那边呢，你也没有看到一个图，就是对你特别有利的变化。你打完了之后，你如果说班联班，你觉得这就是他的配置不好，或者说你的配置还不错，都没有这种感觉吗、就他党这边，我是理解的话，就是说他觉得你贴起来呢，我可以顶。就是我可以顶了呢，搬过来，就是。白起可能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建和，就是你贴的话顶了班、这样你可以围，但是我也围了很多、你要是把这个地方你要是跳起来或者是什么顶或跳一个，我就飞这边、就是你这个地方的发展就是黑棋没有那么好，要不然的话感觉上这样下，因为黑棋马上就是我们看他走完之后应该是马上就可以把这个打起来了，对，这不打了力是非常舒服的，非常大的，因为打了力了以后，就是白棋他挡在这边呢，就这条边的发展其实也没什么，没是的，没太有了，没错，基本上没错，所以就是说，他觉得可能觉得黑的这个发展也不是太好，所以他这样下，我第一感我也判断不出来，就搞不清，我也白的如果挡了连班那边是个什么情况呢？如果白黑的也是打了力，我觉得是不是挡了连班那边能好一点？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点这个白棋，王老师他说的是这样、对，然后这样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就是如果也是打力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好一点，如果现在打成这样你打了力，那我逼过来那这个逼还挺、感觉还挺是地方的、对，就是感觉这被打拔了以后这个逼好像就没有那么、那么严厉，但是这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也很难讲，这个呢到底是把它看成说后世要开拆还是怎么回事，因为这地方人家有先手，对经常性是你拆完了之后觉得自己这地方好像还不太好， 是就是白棋这个呢我也是经常学生说，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后世，对啊，就很难，你把它当成一个限制对手的一个东西啊、不要想用它围控，想用围控是比较难的，对，是的，实在是判断不清楚，反正我个人认为吧、就是下城实战这个图呢，黑棋还是比较顺利，我就觉得比较顺风顺水的感觉，就是自己想下的我觉得都下到了，就本身我肯定想打了力，但我打了力将来你这一点我肯定是白棋肯定是挡了连班吃这个了、现在等于这个也交换到了，这个也打了力到了，我反正是觉得这个布局下成这样是比较看好黑棋，看起来黑棋的配置还是比较好一点、对、总体来说对，那么黑白的现在飞这个、白棋飞了，飞这个黑棋就加进去、打入、然后白的靠，这个也是局部一个常见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整形的变化吧，就是可能他觉得跳起来会被黑的顶一下，这样你立呢黑的再跳起来，将来你再靠就靠不了了，就没机会了，你靠我现在我搬这个了，对，这个靠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就没有用了，你再搬下去，对，你再搬下去我一断打一长他就把这个接上，你这个子跑不回去了，是这跑不回去了、这边顶一下的话跑回去了，所以他在这个顶之前呢，就是白棋呢就靠这个、跟黑的发生一个战斗，然后搬下来靠的，然后他靠的，我说黑棋去哪儿走了一下，他先这儿长了一下，白棋靠的时候他立的、哎，这是什么个？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立应该不至于立不着吧？就算那边先下了也立得着吧？这跟立有什么关联吗？这两件事？这个有点神秘啊！这一立看不出来他这立的。这立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读秒打僵了，那这个解释应该不可能，因为它是慢棋，不可能现在就读秒了。对。那么还有个解释呢，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地方会有可能会形成打劫，对有可能有关系，形成打劫的时候我拐了找劫搬起来的时候我就好多了，我比立了拐子里边就好多了，是这样，就是这是唯一的一种解释就是能成立的，因为读秒打僵是有可能的，快棋中就是你立一下也本来也不亏，然后还争取了一次时间、对，现在的话争取时间肯定不会，就是他觉得就是万一哪天形成了打劫啊、我们就假设
他如果这样啊，那比这样直接立了拐吃掉肯定强多了，是吧？对，等于就是本来你拐你本来是摆在挡外边，对对对，你拐在里边 的，现在你不能爬被我搬出来了，是就是说这是唯一呢给黑棋的一个做的这个解释，当然他也不亏吧，立一下。对，就是立一下是经常性的，就是先立掉也是很普通，但也有可能亏。就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劫的时候，我立一个是劫财的时候，哦，有可能亏一个劫财，有可能亏一个劫财，有可能亏一个劫财，嗯，这个确实也比较神秘，这个不知道他是看到了什么啊，嗯？他看到了这里有劫征吗？我觉得太可怕了吧，嗯，如果是看到了有劫征的话，就太可怕了，太强了，这已经看到很遥远了，嗯，这看了至少50步，我怎么觉得这个就如果是看到劫征贴起来，嗯，然后跳。白棋的话就是他这个子两个子和这两个子，嗯，可能他确实要必死其一了，对，但是呢他就通过这个弃子呢就是让你吃两个，然后他加强了这个地方，嗯，啊，白棋并不是说要给你局部就要给你发生一个开小尖了一个，嗯，然后黑棋把它烤，啊，顶死，这样的话跑不出来，啊，跑被毙死了，啊，是的，那白的尖冲，啊，就是白棋通过一个整形吧，啊，就是把这块棋走厚了，嗯，黑棋贴起来了，贴这个，嗯，贴一个，啊，也很大，他觉得白棋飞，他贴完以后这上面还漏着风嘛，嗯，他觉得，嗯，这贴完了黑棋接下来是要准备想打入，想直接，想这样、嗯，我也觉得好像这五个子看起来挺单薄的，嗯，想对，因为这个地方感觉是吧，嗯，还有气，是的，冲出来，嗯，很想，嗯，白棋它飞了，飞啊，这也是刚才飞完后续的一个好的手，嗯，好点，啊，嗯，黑棋上靠，啊，嗯，上靠，这个手法也是比较那个，如果冲呢我就搬，嗯，然后你吃啊我就吃，嗯，我也不要这个子，我就是一个弃子，嗯，然后你提掉，我就把这个偿回来。对，啊，这个还是棋形还是可以的，嗯，可以满意的，嗯，主要是在白棋已经飞了，再飞的情况下，下成这样是不错了，很不错了，对。实在白棋不肯，嗯，反扳，嗯。那么黑棋呢断，他还是想跟你还原刚才那个变化，嗯，就想成那个，对然后白棋就不肯，白棋再次反击，往这边走，挡，下来，这是什么，这我就晕菜了啊，这个晕菜了，哦，哇，这个战斗终于还是发生了，客气了两下以后，对搬下来了，给他加一手，嗯，立下来，不肯继续，断，拐回来，我这个，这是什么？是啊，这个太晕了，嗯，我看这能行吗？白棋是吗？是啊，我就觉得很危险的感觉，嗯，我也感觉很危险就是白棋感觉不成功变成人的感觉，我怎么觉得就是好像这，嗯，就薄了，这也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因为你做活不行，你这里边沾了做活的话肯定不能，实在是没走到东西，是的，你这样做活黑的就把这个做活，嗯，就白的实在是没东西，嗯，那白的就只能这样尝尝，这是啥，这是断一个，就直接就白热化了。天，这，嗯，反正双方都没有退路了，看出来已经。嗯，这个图太火爆了，不是？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这两个人的计算，应该我们都是信任的。嗯，那是谁有问题呢？哎，还是说下成这样也是一个双方两分的棋呢？不明啊，这不明，完全不明。嗯，我就在看他这能行吗？我就想了半天，他这是要弃子啊？应该是弃子。嗯，再加一个，只能加一下，不然冲出来的就不行了。那，啊，只能再加一下，这也不行啊。然后接上，然后挡，这是下成一个著名的金鸡独立。嗯。金鸡，
然后搬这个，对，这棋切记得先断一下，不断就断不到了。对，你先搬被一收气，再断被打死了。然后这个棋友们这个得注意。他可以从这边打，好吧？嗯，他那边打不进去，另外一边可以。下成这样，下成一个经济独立的情况。陈老师感觉怎么样？这个不知道，我是，就现在真的是判断不清，很多棋都觉得自己判断不清。对，黑的现在是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加外边的潜力。嗯，白棋的话，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四十五二十，就这两块棋应该现在差不多。嗯，就是在白棋通过交换，嗯，本来是这样，好像在此之前是好像也还行啊，白棋。啊，对啊，好像感觉也也还可以啊，好像实就是好像实地赚了白棋。就本来你觉得你肯定全死了，然后你这上面外面都破了，都破了，好像就觉得已经不行了，不是棋的感觉，其实不那么回事，但其实不是这样，好像还行。我昨天看谁发的，就是中间死了一大坨，但实际上 AI 判断它的胜率还高一点啊，就整体的目数也还行。觉得它不行的时候，其实不一定，不一定，好像这个死成这样，好像不见得亏啊，这个有点神奇啊，因为这边感觉这边被拔了，这边被杵出去了，然后底下还死了，总觉得好像黑棋不错的样子哈，是，好像也还。白的也还行，也还凑合，也还凑合，棋也不一定很早，估计白还早。这个搬了连搬，黑棋长就没有打了，打的话再压了再吃掉也不便宜。这种打，可能这样打是吧？这种打反正感觉可能。棋友们是不是感觉过瘾一下就打上去了？感觉这种打完了，打完了可能也得长啊，这也得长。是，这压可能还得长。嗯、这二字头搬下去的话，等于这有个断点，嗯、再吃掉，觉得不便宜啊，打一下。确实，好像不便宜，不赚吧？不赚。Okay. 因为你本来可以保留往哪边打的问题。对。有可能是往下面打的，有的时候就是不一定，有的时候打掉可能不亏，就是反正也不会往下面打了，就打外面。嗯，现在好像确实保留一下不亏。哎，这个次序很有意思，就先冲了一下，先冲一下。现在你要是扳住我的话，强杀可能杀不掉。嗯，有可能有点凶险是吧？扳这个，然后他断一个，他扳吧，单扳，他单扳，你。主要是这步棋，只要这步棋下不下得出来，心里有点难受。对对对，这步棋要不下出来，如果你再贴的话，这两个交换其实不便宜。这个棋明显又帮黑棋又走又轻了一些，等于他实战上也单贴嘛，他就觉得就别搬了。对，然后黑棋二路跳了一个，看他们的次序下的都挺神奇的感觉，是很有意思。嗯，然后拆边。瞄着这个断应该是，这是可以断掉的这期，目前就可以断掉，目前就可以断掉。如果你不下的话，我就可以断掉你了，对，直接黑棋吃不掉它，黑棋淡定的小尖，很淡定啊，这确实很淡定，这个次序又有点意思了，白的一飞，这棋他不肯搬，始终不肯搬，搬着吃你是把我吃了，但我一搬你永远都是很难受的一个样子。是的，然后一靠，靠的时候白的再一长，这个棋形就感觉好像是不是裂形啊？这个很像裂形，这个那很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不想吃你两个，我就把你下重攻击你。对啊，我吃你两个也没有太多目数啊，还不如他本来底下也二路也是过的嘛，对，也是过的，对，无所谓吃不吃这两个子。逼住这个，飞一下这就要准备收官了，这个样子，加一个，然后他飞了一下，他倒不是，如果说断的话，他是不是就从底下打打了？他可能就打了就飞一个，对 对, 对，挺大的那样，是，这两个子也不大，是的，点一下，嗯，哎，点啊，脱先了，从这儿跳住了，从这儿跳出很大吗？没觉得呀。但是，他为什么虎一个呢？我也不明白，他是那虎一个已经把这两个子连回来了是吗？没有啊，断的话我就靠你团。
团一个是吧？吃的有点难吃。就这两个字大吗？就是大。不知道，我又不觉得大。对，这也不觉得大。我也不觉得这个大。我都不觉得它这两部旗下的有什么意义。这个反正十几幕，这棋盘就其实没什么，也没什么了，已经没什么地方，就收官了，该怎么收束的问题。他虎了一下，虎这个，哦，虎这个白棋是把这个救出来的，这个也是，这下的也很有，这个，这个不好吗？哦，这个是吧？这个不好吗？这个比那个好，我觉得啊，这不是这关键，这底下是连着的呀。关键是我这个外边这个底下是连着吃的，你把这个籽儿跑出来是什么意思？是对我还是不，这黑的会吃吗？不会，那我肯定不会吃的。那不吃，你从这煎出来？我想点别的办法吧，收点别的，干点别的什么事儿？干点别的什么事儿？那我将来我就算打了顶住，我是不是也挺大的？也还行吧。这棋搞不清，这真的好吗？这不行，我不觉得，怀疑态度。这个我不觉得他好，他是觉得反正黑的靠出来肯定是很容易想到的，他觉得他不怕靠出来。那关键是不是不怕？是吧？这因为靠出来这边可能都没了，就白的这边的木可能就全没了。白的要这上面。白的这样的话目数够吗？不知道，又表示怀疑。我觉得还有点问题啊，这样。这真的这跑几个好像太小了。对啊，跑这个干啥呢？我也不明白。看看他啥意思。他到底怎么想的。看看他尝一个，然后他又跳了一个，跳这个他是想把他蒙住是吧？就他想收上面的气，收气。想收上面的气，贴一个白棋压过来，白棋断了，这才给断了。这怎么又发生了一场战斗？这个地方，在一个地方，这个，看起来白棋是想围中间这一带，是想围中间这一带。但其实我觉得站在这儿挺好的呀。我也觉得这个挺好的。但他肯吃的话，我太高兴了。那他不吃，我是觉得他这样出来，我觉得也不怕。因为我也很难受，就是所以我刚才我本来想往这儿煎，但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没煎了。这样的话，其实把这块围住，我觉得将来打了顶住，肯定挺舒服的。这块围的，就他就是想收这个气，可能。不明白他的想法。这个我会断一个。断是不是只能退啊？这个还能发力吗？可以发力。哇，这个发力点都是让人很出乎意料的。这个往天上打。是觉得都很神奇。往天上打。他又不能这样打过，打过来一顶就死了，他只能这样打是吧？这样打完了然后再扳住。我天，这都好强力的感觉。扳住反正本身是后手，就是黑的不知道要不要再往上往前怼一怼，跳一个，靠。他靠。他不肯被你先手唬住。然后白的扳。哇，这个棋白的下的是非常的有劲儿啊，带劲儿啊，这个棋。这就是小米的风格吗？很带劲儿。这中间要是被黑的全糊了，那这白的就搬一个。长。这是啊，这还给连回来。他要把所有的棋子一个都不落下，一个都不能死。所有兄弟姐妹，这都是我的兄弟。所有兄弟姐妹全部回来，一个都不能死。点一个。我怎么觉得很奇怪呀、啊？这个白棋感觉。他要把这个断掉吗？不是，这不是白的，这怎么感觉自己还全都不活是吧？对，这边这是什么？这断点的也太多了一点。关键这边如果
被黑棋得出手来，白棋是不是还能进去啊？这地方，那走这个吗？然后飞一个能不能进去啊？飞这个，你冲断我是吧？那肯定要冲断了。我这行不？对吧？这试试吧，行不行的我也得断了，要不断怎么办呢？这已经没法退了。这边我冲。这好像怎么感觉到处都支离破碎的，这顶回来我其实觉得到处都是碎的呀，看的，然后这段只能长是吧，这都哎，感觉是挺破的，我觉得好碎看起来，黑棋白棋应该是挺破的。这不知道，这是黑白，主要是白的这一串黑的要全连回来了在干嘛呢？就是现在没搞明白啊，这白棋在干嘛呀？不太懂。这棋怎么？它是接上上，然后它接在这儿，接上面，接在这儿。然后黑的还给它打断了，这柯洁够狠了。全部接上。你还吃我呢，我先吃你。这得补一个。然后搬一下。搬了一下。搬下之后，他们两个人应该下的挺快的吧？不，我觉得这个白棋有点问题。我觉得我怎么看着都全没活呢？怎么做活呀？请问这是先手，他这能先手，就这边应该有眼。但是自己做转了半天，自己转回去不行。不是，你就算这先手完了，这黑的是不是还有断？等一下。这是先手是这样先手的吗？这样对。然后我粘一个，你走哪儿啊？粘我顶住。一样哦，就顶住对，那还行。你直接收气吧，乔老师，你直接收气。白的有点问题，然后他挤一个。这将来你有是不是有哦有冲断气啊？没有气，也是接不归，也是粘上，也是接不归，也是粘上。那还行，那还能扛住，但是确实也没走到东西呀，白棋有点惨，有点惨啊。这个有点惨啊。我觉得小米这步飞，我觉得他是不是忘了底下连着的呀？我忘了这件事儿是吧？有没有可能呢？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要看着人家想收气。但是我还是不能理解，真的不能理解。就是因为白棋如果站在，我是觉得站在这儿，黑的也不可能吃。那你连出来干嘛呢？不过这种事情是发生过的，就是经常是下着下着可能。忘了，对，忘了这件事是有可能忘了是吧？是有可能，是有可能的，确实是有可能。这个白棋现在跑哪去了？他现在打吃完了，搬一个，然后黑的尖小尖，他粘上是吧？黑棋先团了他一下，不是143。对，现在团这个。你接上我先团一下这个哦，这有点难受，好像看起来。你不团，因为白的打这算双先。是的，是的。你现在因为紧气，你紧不住。这团一下确实好气啊！这柯洁厉害的，好气啊，好气，好气下的。白差两目。白棋接上。这太难受了，是白棋。太难受了。他接了一下，把这个接一下，然后收回去。转了一圈，这目还亏了，好像。白棋接这个，好难受，好难受。这黑的现在这用不用补呢？补一个也行，补一个白的可能还没活，不知道得反正得补好一点，补好一点，白的还没活，把自己补上算了。补这个，这个要不补的话被人家小接一下。对，因为补好，只要这个地方就是你看好了，只要补完白的这如果一点这没有眼的话，这补是先手。对，关注，然后他挤掉，这是不会两眼做活了吧？没有，瞪圆圆，他这还是在想办法争先手。就尖顶了冲，如果你冲的话，我打吃完了我这个团先手，那么我就先手活了。对对对，黑的等于是我不要你这个这两个子，我要这一手棋的这个先手权。还是尖这个吧。挤一个，好歹在做活之前也要先争点面子。这再挤一下。接上还是得回去吧。
对啊，我觉得他怎么也得坐回去啊，这不坐回去不死了吗？嗯。哦，那没有连这个，我以为他就飞刺了一下，这是不是上面还可以连回去，还是怎么回事？就没有连这个是吗？对啊，我以为他觉得能拐出来是吗？我不太明白，就是他本来连完，其实这个刺应该是他的权利。这还要先刺一下，太狠了。他先刺一下，这把人家弄得忍无可忍。嗯，白棋先点刺了一下，然后把这个断掉。应该是只有断了，这棋暴脾气。嗯，对，黑的是什么？就是要拐出来。真的要拐出来啊！因为他这个棋他不拐出来他没有道理了，就是如果你这四个死了你跑那儿刺也干什么，那就接上就完了呗。对，你就接上就完了。是的，嗯，他应该是看好了可以拐出来。嗯嗯，小尖，如果说白棋搬是什么，白黑的是搬这个是吗？是的，搬这你退的话被搬死了肯定不行，那么断那就打吃，然后尝一个，尝一个，好的，很简单，就把白的给拿下了。嗯，反正我这个都是先手，这冲过来怎么都死了，是，这肯定掉了一下。对，白的这样也不行。嗯，那就不能搬。嗯，能搬就小尖这个，这个棋，这看着白棋的形状怎么还是？很薄，就看起来很薄弱。但也不一定，这种时候如果说放松了的话，对，可能万一下错了，嗯。哎，但实战黑棋，这他没看到他人家小尖吗？难道说？这也不太明白这件事儿，这不太明白，嗯，不知道。他是这样吗？他能飞吗？这棋？飞的话，因为这个顶是先手，黑棋是绝先啊、嗯。那么我应该是靠吧，还是侯呢？嗯、侯试试，头一个是吧？不一定，这个棋确实不一定，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些，如果是飞到了，那就不谈了。现在等于这些子全都走不到了，嗯，就你所有的你都走不到了。现在这好像是不一定行吗？不一定行。那我刺呢？这能行吗？这看着也不太像行的样子。刺，看着不太行。刺我是挤这个啊。啊，你还可以挤这儿啊、哦？挤这个。哦，那我就更不行了。嗯、更不行。他这是个倒扑，好像是。是吗？还是我粘上？他实战是单点这个，嗯，他是这样，那人家跳回去，单点肯定白的肯定跳回去，啊、你粘上主要被掰死了，啊、嗯，他粘上那不是死了吗？都死了，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究竟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啊？那刚才直接粘上不就完了吗？对呀、啊，直接粘上，他难道觉得自己还不好？玩花的这个，玩花的。这怎么突然死进去了？刚才白的怎么把这五个还给连回来了？因为黑的这个冲出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了。那我觉得那样连上黑棋已经很好了，形势。黑的是不是应该很应该、啊、很优势吧、啊？是是是，嗯，肯定是。这是白的活成这样，这不是白的这个棋对，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判断有问题，我赶紧数一下目，我觉得好像白棋实在是不太行。不是白的当时、这地这上面很多潜力，嗯嗯，这边很多潜力。嗯然后从这飞出来，这两眼做活，这边木鼠亏了，嗯，然后这边就什么都没了，黑的尖上以后，白的什么都没了，这是也都没了，全部都没了，那白的不可能好啊，嗯，但是这样一来，这五个白死死进去了，白死死进去了，又差的又不一定了，这有没有棋啊？将来这顶一个。顶一个，嗯，顶一个，那我只有接上。我冲过来，是不是还有？哦，就这个地方还有点先手，就我把你断了，断了，他只能搬这个，你程度上搬出来，就是你这气还是蛮紧，嗯、就是，是的，嗯，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飞什么都走不到了，嗯，完全走不到了，这上面亏飞了黑棋，黑棋本来其实接上完了这个刺是先手的，这
然后这地方还欠一个段。其实你本来粘上白的，其实连回来这五个字很大，是，然后你刺一下，就现在你就该收什么收什么，就不就完了吗？等于现在就白死进去了，这些字，这是什么意思？真的是，就是白死进去了，其实就是白死进去了，完全不明白。嗯，现在等于是白死进去了。嗯、那么现在啊，黑、哦、进来了，对，来了，这是可能这死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不太对。柯洁可能是这一串下开心了，我感觉啊，这个然后这儿放松了、啊、是吧？表演欲望这个强烈，然后二路飞了一下，这直接粘上不就完了吗？这多简单明了的事儿、啊，为什么要下的这么复杂？表演欲望强烈，然后前面下的很舒服、啊，这个地方再秀一下，结果他是没看见白的小尖吗？有可能，他觉得拐一个是不是跑了？对。就看的有点，还是这就是他觉得就是这样下，他觉得这个通过弃子，然后我这边可以进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好像是有点小，虽然不排除。但是我看他下的也挺美的呀，挺美的是吧、嗯？断一个，你看这断的时候这一挤啊，这一时机的一挤，嗯，因为我没在现场，不知道他那个什么表情，嗯、他可能在猛揪头发，猛揪，反正经常看到那个揪头发的那个样子，嗯、大吃，尝一个。这我感觉有可能形成一盘细棋了，嗯，一盘细棋是吧？嗯，大吃。我感觉，粘上。这黑的还是有所收获的呀，把两个吃了。嗯。哎，这是没下完吧？还目前不动了。对，但那可能就是下到这儿了。我们应该是跟他们同步了。啊，同步了。啊。这棋黑的还挺有收获的，你别说他把这个断了是吧？嗯，哦，那这样一来的话，好像黑棋还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是好，还是好，还是很好。他没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是吗？对，这个需要问，就是如果采访的话，可以问问他这个。嗯，这要这么设计的，这也太强了。是吧嗯，这回头这儿还能飞进来是吧？是，肯定有棋，这里肯定有棋。这太难受了，这两下都是先手嘛，因为随便怎么走都是进来的。这吃的还是蛮大的，嗯、这个他这死了十几目也不是没有白死啊。那估计还是黑棋好，还是黑的好，还是黑的好，应该是黑的好。嗯，黑棋前面优势太大了，我们只能说，这一棋白棋只能这样走吗？就是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白的上面还气还有点紧，他这地方有些先手。对，但是白的扛不住吗？就他靠的时候，嗯，这个地方。比如说他，就我搬底下呢，搬这个，嗯嗯，你搬上面，下是应该是搬上面，这个、对、哦，搬上面，这好像也挺难的，因为他这儿随时只要有一个子就够了，是吧？嗯，是，但是我能不能扛住，就能不能扛啊？就是能不能扛住，不知道能不能扛。对、yeah、然后黑的上面有四口气，嗯。这样冲冲冲冲冲冲一挡，不行了。那现在这地方我就不能走了，能走了，你可能也。哦，好难。难好难。就回头这个，嗯，我要从这儿端了怎么办？对，有可能。对，有时候我们看一下，就是白棋如果说他在这儿补一个，就你白的现在补这个，他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顶啊成立了，嗯，然后你只有走这儿，因为这冲完一段不行了。对，这冲过去。冲这个。白棋得先顶掉了，白的顶，白棋把这个断了。对，然后白的想出来的话，只有搬，只有冲，你冲，对，就冲，就冲这个，然后再一切，这个嗯、啊，把这冲完了就完事。对，把这都冲掉，白的只有一口气、两口气、三口气，嗯、那么黑的一二三四口气，嗯，气不够，气不够，是的，嗯，这样白棋也不行，啊，确实挺难的，对，嗯。实战，那看来他就觉得他吃了味道不好，难道说？不知道啊，这个不本来可以很简明的街上，都觉得这个街上为什么都没有选择那个街？表演欲望，给大家看的惊心动魄一下。这
当然这种棋反正如果是电脑还我觉得还有可能，就是白棋这种需要巨大的一个计算量，如果能计算清楚的话，我觉得电脑有可能可以化解。你说这个地方啊，对对对，那可能他算出来他就不行了。那要就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就不行，那就不行了。主要是没看到哪个图他是行的。那就不行了。主要搬上面搞不清，这个确实搞不清。我们跟上他的这个进程吧。好的。也搞他是搬的，然后白棋断。断的时候这一挤也是很秀。是。因为你断打他正好翻一个双脚吃。是的。秀盯大了一下，接上看看怎么样。白棋也是，是不是我觉得好像白棋不太够，不太够是吗？这还能飞进来，那他补一手，他好歹他吃的比跟这个木不也差不多吗？不差不多，是，然后回头他拐一个这对，还能拐的，那还得抠他点给他把木挂，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啊。他现在是得拐到这儿，就是拐一个是吧？好像没有，就是在这儿，要跟黑的走。那木怎么样？我们点一下，要不就给大家明白化一点。对，现在数明白一些。点一下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五。白的五十五目啊，白的才五十五目嘛，目不多。还差的有点多啊，白黑的要快七十了，我说的也是七十，我要盘十五了。那确实不够了。对，是的。这柯洁也太厉害了吧，这都是他的他的预想的。真的吗？这太强了，太强了。我都觉得太强大了。但也不是没有可能，确实没有，有可能是预想到的。对，确实。然后他这儿再冲一下，然后这儿再拐一下，在这儿再打吃你一下，把你这儿是有可能，真的是有可能这个。因为他这一立，这五十步以后，他是冲完了再冲这个，看他是这么收的。因为现在不需要再利用了，我就不用再往里面顶了。现在白的应该是只有。不能顶，顶被断，对，只有团。对，这几个子吃的发现也没想象这么大。对，首先没想象这，而且他气很长，突然发现他气长。那确实是人家就下得好，就下得好。不，确实这一代，白棋刚才还是这个，对你批评他那个飞一个确实很有问题，往这儿飞了，如果正在这儿可能好多了。那个时候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说正一个的话。那确实有一个地方下错了，可能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这个地方确实有点迷，我是觉得有点迷，是一个迷。确实，因为下到后来，白他实在是没看到什么。那柯洁的计算太强大了。如果说他真是这么算好的话，五十步以后，可以算到五十步以后，向 AI 学习。他现在是冲了一个，可能白棋是不是就算了？但打算算了，我估计也差不多了。这棋也没什么可下的了，好像没什么可挣扎，没什么地方了。确实是，黑棋发挥的比较出色，出色，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我觉得从布局开始，黑的就很舒服，就下的很舒服。是的，具体就是白的哪亏了也说不上，就是觉得黑的下的。很顺畅。我还是觉得这个挡有可能问题有我觉得有点问题。按理说现在觉得就是拿黑其实挺难下的。对，但是怎么下下他就赢了呢？对，下下他就赢了。下下他就赢了。这个地方白棋悍然出手，这个出手的效果也不是很明确，但是也没觉得很也没觉得亏，倒是也不是特别亏。后来我觉得可能败招应该就是这个飞。对，可能中间下好一点。他们这期现在就这样，好像有一个地方没下好，就你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经常是这样子。
啊、那这盘棋现在我们跟上他的进度了，就跟他的进度是一样。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白棋基本上胜率已经很渺茫了，对，195冲，啊，基本上估计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刚才盘15以上，嗯，盘15了，啊，盘15了又，嗯，那基本上追不回来，盘15就两个天不多了，嗯，都我们基本可以宣告这个柯洁已经要拿下了。 对啊，那这盘棋我们就先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吧，反正我们也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将为大家挑选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啊，基本上虽然没下完，我们也刚才已经胜负已决了，可以说是啊，下完了啊，下完了吗？啊，下完了啊，那就是他就下到这儿，就确实就如你所料，他没有再继续了，下完了，那白棋就投了了呗啊，对，那我们也可以宣布了，就是执黑的柯洁是中盘胜了闵昱婷。确实柯洁下得很出色，很出色，嗯，看来这次这个冠军奖金是不是又要这个还早，还八强战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见，微信号